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嘿嘿，我的金条到账了，扣完税10万金条，美滋滋，终于是可以买把新武器了。联盟还差一条就要刷线，得抓紧把任务都刷了。这 MS 要5万金条，不过属性还不错，攻击力有116，他还帮你改造好了，还能省下不少金条呢。就买它了。像我的攻击力有130，感觉还是少了点，重新洗一下，看能不能来个满攻。第一发就是4.5攻击，还出了两个城呢。这属性打架还行，打本就有点差了，我要个高感加成。这越洗越差了，才只有2.8攻击。来凑一下配方吧，要是能整个武器，输出就能提升一大截了。老倒霉蛋了，5个家具啊，还剩下300配方，有种你继续给我家具。2个护盾不过没用啊，我要的是武器，来试试打联盟，以我131.5的攻击还真的悬疑，勉强是能破防，不过伤害太低，它只有400点。这队打得还挺快，没准真有希望。打不过就让人带呗，现在有人专业带呗，也才10块钱，花钱找人带就没意思了，自己打过去才有成就感。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，实力不行还挺倔，一火之后就破不了防了，伤害连3位数都没有，不过 boss 只剩1点血，这把应该是稳了。小心等一下翻船，那就搞笑了。Nice， 过了。Nice， 来吧，给我出个金。哎，有好东西。好个鬼，什么都没有。都怪你在唧唧歪歪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